看的是2024在投资布局方面，中国不断的透过中央官员在达沃斯论坛或在其他的公开场合，那么提供了说中国要重新释出许多加惠于投资人的新措施。那么但是投资银行高盛建议，在美欧市场很难驾驭的情况下，是可以考虑土耳其跟中国属于新兴市场，而中国的股市今年可能会来到疫情之后的触底反弹，届时候可以逆势买进。而中港的市场当前还是投资信心不足，官方有意大放水2兆人民币进 A 股拉抬，但是不是会收效，目前都还在观望期。由于疫后复苏不够理想，经济持续放缓，中国大陆股市今年开年来就跌跌不休，股市总市值距离2021年2月的最高点已经蒸发超过6.3兆美元，大约198兆元台币。行情惨淡的还不止中国 A 股，印度股市超越香港，成为全球第四大股市。今年开年后的短短三周，香港恒生指数从17000点暴跌到周一贯破15000点大关。彭博以当天收盘的股价市值计算，赫然发现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总值为4.29兆美元，同时印度的股市总市值则高达4.33兆美元，印度首次超车香港。现在的市场情绪是敏感的，所以希望大家密切留意住市场的变化，谨慎行事。香港特首李家超对于港股的大幅波动仅强调市场运作有序，拒绝透露会否推出任何救市措施。内地经济发展底子厚，经济增长活力足，尤其宏观政策空间大，总体来看依然是有利条件强于不利因素。官方反复重申中国经济仍在往好的方向走，但只有口惠缺乏实际振兴举措，难以扫除市场上的悲观气氛。 Property market has been in the doldrums for 2 years now, and many private developers are on the verge of bankruptcy. So, the government only launched piecemeal assistance and piecemeal measures, and that the market was really disappointed.彭博周二引述消息人士说法，透露北京当局正考虑设立高达2兆元人民币的平准基金来救市。消息指出，这2兆元的基金计划透过中国国有机构境外账户，经沪港通、深港通投入大陆 A 股，以便拉抬中港两地股市与汇市。同时，也考虑透过国营金融机构向 A 股直接投入3000亿元人民币资金。相关救市措施尽管尚未证实与宣布，仍然成功为低迷的中港股市注入强心针，包括恒生指数与沪深两地指数消息曝光以来连续2天回升。2万亿如果全部投入买股票，当然这个影响力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呢，你说到底他会买什么股票？现在还不太清楚哈。但是你从现在今天以来市场的反应，好像呢海外的投资者比较乐观。这种乐观情绪也让投资银行高盛认为中国后市可期，近日建议投资者可以考虑在中国股市触及疫后低点时逆势买进。除了外资喊话做多，中国富豪也以实际行动增加持股。1月23日，美国证监会网站披露的文件显示，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蔡崇信近期呢是增持了价值1.5亿美元的阿里股票。同时呢，据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在同期大手笔增持阿里股票。总计，马云与蔡崇信两人近期共增持了价值2亿美元的阿里股票。中国媒体引述阿里巴巴官方说法，认为两人的增持反映出对公司未来发展的看好与信心。Now we want to see, everybody want to see the government announce some measures to lift the market, basically to lift the controls over the economy. 然而市场信心需要建基在开放的环境以及公正稳定的司法基础上，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周二审议中港两地的人权状况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荷兰与瑞士等多个西方国家对于香港人权与自由受侵扰情况感到忧虑，并且呼吁撤销香港国安法。 Repeal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law ignoring fundamental rights and freedoms and end intimidation and attacks on human rights lawyers and journalists。香港国安法实施3年多来，法院审结了101宗案件，定罪率竟然高达100%。由于法规定义模糊，甚至动辄可以没收财产，红线不明的大环境让人动辄得咎。香港人口净流入17.4万，
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离港潮。尽管官方否认有离港潮，但中资进、外资撤，高阶白领与外籍人才的离开，以及西方外资逐渐撤出香港，已经是不争事实。在普遍低迷情绪下，要重建本地与外地民众对中港经济的信心，抛开喊话，并且步调一致的放松管制，恐怕才是让经济活水流动起来的具体操作。TVBS 新闻综合报道。